来人大白兔会营销，你看把自己弄得像个糖果屋一样。哎，空气里全是甜腻腻的味道，嗯，就好像那个电影院的爆米花一样，特别香甜，整个空气都是甜的，嗯，全是那种便宜玩意儿，25-39。吃货也不写价格，真搞笑，38-80吧，写的那么厉害。72件，那就是35一件了，然后那52件，52件的是个啥？短褂。我觉得这也在招聘，底薪3500都等不够。